各位同志甲各位同心，咱即摆要开始上课，来赶快吼，伫你的位置上坐好，啊，你的笔记本让摕出来。我今日要甲各位讲的，就是做一个领导者，本身一定要有十个特质。你有这些领导人的特质，你才有法度来做一个领导人。你这个领导人要帮忙台湾人，你若无这种的特质，他们讲你无法度做一个好的领导人。但是要讲这个十项的特质的进程，我要先用两个伟大的人讲的话，一个就是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讲，要进步的第一个要件就是 change 改变。你知影奥巴马伊当选总统？两届，尤其是第一届，大家拢无想到，伊做一个黑人，会当伫美国迄款的社会来当选，不太容易。那是因为他很会使用网络，伊的网络深入人心，伊的网络无远佛界，伊的网络会当将伊的理念宣扬，予每一个美国人知影个清清楚楚。伊当时拍的口号就是 change 改变，所以要进步，诶，第一个要务，第一项爱注意的就是讲，你要进步，你就一定爱改变。但是这个改变虽然想改变很简单，不太容易。伫现阶段内底诶社会，你要甲改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希望讲，各位伫你的心诶内底。要有这个很要紧的这个观念。第二个人要讲的，就是甘乃迪总统所讲的，这句是真有名。伊讲哦，你卖问讲国家会当替你做什么代志，你爱先问你家己讲会当替国家做什么代志。所以同款的话，我要甲各位讲，你唔免问讲台湾会当替你做什么代志。你要问你自己，你可以替台湾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够替台湾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台湾人民向康庄大道来进行，向幸福的前途来进行？就是我们所有在现在要做一个台湾的领导者，他一定要有的基本的特质甲领袖爱做诶物件，所以我即摆开始要来讲，当一个领导人要有的特质，第一，做一个领导者爱有坚强诶信心。什么叫做坚强诶信心？领导人如果对于你所做的事，对你所做的目标搞不清楚，摇摇晃晃。今天安尼，明仔再安尼，迄种诶都不能够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就是讲目标要明确，啊，不要忘记你原来的初衷，就是你原来你的内心希望要安怎做，你要坚持。你今日伫台湾民政府，你讲这个法律是对的，你要坚持。这就是我要含咱所谓。领导者爱讲的，要有坚强的信心。坚强的信心怎么来？你爱读册，《新台湾论》《战争史回顾》，你有时间你就看。未来的你一定会得到东西。最近影片一批一批直直出来，会当讲所有影片在咧所讲的，拢是有关法律。所以我也当甲各位讲，有关法律别无分号，咱台湾民政府独步全球，大家拢爱听咱的。所以这点就是建立咱家己本身，你要领导的坚强信心，为家所得到。第二点，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爱有家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有自己解决问题的 能力。这句话就是说不求人，你不能遇到事情都送给别人，遇到事情都去拜托别人，你要开始练习，你自己就一定来解决问题。你若以前无这款的习惯，我嘛希望讲，咱为即马开始，要有这种的习惯，啊，养成这种习惯，碰到事情不求任何人，自己去解决。实在没有办法解决，那个时候，我们再向上级来要求，或者是向上级请求，或者是自己找方法来解决。不求人是当领导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跟很重要的一个缘由，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点，做一个领导者要有慈悲的心，要有慈悲心；做一个领导者要有同情心；做一个领导者要有同理心。为百姓设想，这样你才会有智慧，为百姓设想，你才会有智慧。什么智慧？这就是说，你每一个人，你的品性要很优良，你要有公德心，要有公义心，公义心、公德心，这是做一个领导者要有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慈悲的心，坦白说，你所领导的这个社会啊，整个社会啊，就不会很正常。所以这个领导者呢，要有慈悲心，要有同情心，还要有同理心。第四点，做一个领导者要有判断事情的能力。这个事情发生，你要判断，你要自己判断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是很讨厌说有的人常常说啊，就是某某人这样说，我从来不听某某人说。你要说什么人说，我也从来不听有人说到底什么人说。咱做事情要有负责任，用负责任的心态、心情跟心态来面对事情，就是说遇到事情要先观察，你要先观察，观察以后呢，你就要思考是怎样的，怎样的，怎样，或者是会怎么改变。所以观察、思考，然后要有系统的整理，要有系统的整理，然后呢，整理以后，你对经过事件要把它有结构的、结构性的分析，分析以后，你就会让经历，要这样做决定。这就是做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第四点，要有判断事情的能力。这是不容易，但是现在在座各位，咱都是政府官员，咱遇到咱去接政府的时阵，不管你是什么职务，你都会碰到事情，啊，碰到事情你就要自己来解决。第五点，每一个领导者要有智囊团。所以我有说过，尤其现在郡守，我都给规定说你要有八名的军务委员，你做一个政务官员，你也要有你的智囊团。不管你的职位高低，因为在座各位你的职务都不很低，咱这四千个，我给你保证每一个人的职位都是非常高。啊，你这个高职位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智囊团，靠你自己一个，我跟你说，在现主席国民党中国人用68年、69年的错误的教育之下，很难让每一个人来改变。所以你要有智囊团，靠着智囊团来一起来研究事情，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第七点，你爱听百姓的需要，听清楚啊，听啊。第六条，要有宏观的智慧，要有宏观的智慧，就是说你看事情心胸要打开，
宏观的智慧，还有宏观的观念，爱培养你家己的气质。你唔知道有注意无？有当时你看到某咪人，你甲我讲，哎、欸，这人气质真好。当然啦、啊，台湾人有一句话啊，气质的培养啊，爱经过三代啊。哦，三代是爱偌久呢？一代呐，互你算二十年，甲二十五年，三代是六七十年呢。所以有真济人暴发户，里边烦恼，迄条气质就足歹，啥物拢讲钱钱钱，无效。气质的培养要经过三代，这是咱台湾人所讲的。所以我就咪讲，要有宏观的智慧，宏观的智慧要多看书，同时你的心胸爱泡泡灰爱泡化。台湾人犯了很多的过去很多的错误，拢会听人安尼，听人这听人那，啊，你袂晓判断是真诶假的，你唔知啊。哦，某闽人讲你诶歹话哦，吼，啊，你就开始。不好掉啊，都挡袂掉啊，都休去啊，跟他结怨。人讲你歹话未必是真啊，有人是要甲你弄，互你甲伊歹去啊，关系歹啊。所以呢，这个宏观的智慧，甲这个宏观的观念，是每一个领导者应该要拥有的。啊，开始要培养你家己本身的气质，唔是比有钱就有气质 ，no。无钱，赶快有迄个气质。可比讲，你唔通看咱即马哩每一工个早时，叫你讲把棉被整理好，还是好像苦差事 ？No， 那是你家己本身的代志。你就应该将棉被整理好、织好。这是安怎？唔是讲为着你，整个嘛是同款。你家己本身的品性拢爱注意。你为人。请可比讲，咱这个亚洲，咱即马是这个现象前后，咱的这个亚洲咖啡厅啊，我们没有人在管，落三十块饮料你就让提啊，落四十块你就泡面你让提啊。虽然无人甲你看，但是呢，即马开始我已经看，差不多这两个月来，咱的迄个饮料也是这个亚洲。那个面啊，拢未减去，甚至有当会加出来。啊，有人五十块落去，四十块、十块也无都去提啊，啊，全都安准度。当然，我是无一定讲爱你安尼啦。但是我听你讲吼，这是很小的地方，你的气质培养，卖讲有人看，你才可以做；无人看，你就清清菜菜，这也不好。所以呢。我是感觉讲，上台拄啊开始的时阵，我甲尤先生讲吼，你放心，那台湾民政府的人绝对很自爱，绝对袂甲你检举。啊，你讲我讲的对不对？过来第七项，咱爱听百姓的需要，听好哦，是听百姓的需要哦。阿妹听专家的意见，我们只有听百姓需要什么，但这个需要你都爱改做判断啊。这个百姓是因为伊主事主理，甲你拜托讲啊，阮家的门口这条路你也袂甲，啊做扛一个较好的水泥，迄为家己本身，你敢要去做？当然无爱啊。啊，若讲全体。一路要甲做好水，你当然爱做啊。但是咱即马台湾人有真济，因为这个选举的文化，和真济人拢扭曲啊。你若当票给我，恁家的头前迄条路，我甲你为只甲你开甲东京去。乌白单伊嘛买啊，啊我能相信啊。恁家的路甲你开甲东京，经过海。但这种的话。在我们现主席的社会里面，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所以我们要听百姓的需要、啊、需要听了后，我们就要听专家的意见来解决这些问题。第八点，做一个领导者要有说服能力。我讲到这个说服能力啊，我们在座我不知道，我请问你
你当然说服你自己来上课，除了你以外，你到今天你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一个人来上课。阿德公为什么不快一点？你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啊。当一个领导人，其实我会当看出来，咱这中心内底，有人一个人好介绍四五十个，但有个人嘛真济人介绍无半个，啊，这介绍无半个，甲介绍四五十个人，这有啥物款的区别？这就表示讲，在体制内能够运作执行力，就是这种的人，这种的人。在社会里面，在政府的官场里面，当然他要当高官，因为他有办法跟说服，而且再来实行实现，不容易。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在官场在那个这个职场的人很多，你可以回想一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你的主管，很多的主管都是本身有说服能力，本身有法度，不管是他的部下、他的长官，他都有法度把讲好一道道理给他。所以做一个领导者一定要有说服能力，这个说服能力就是说在他的体制里面的运作有那个执行的能力，执行的能力就是说服力了。第九点呢，这点呢非常的重要，要有传承的心。什么叫做传承的心？就是要提拔 后面的人，让有能力的人出来这个替百姓来做事情，传承的心。你自己没能力，但是你有那个本领，可以来提携后面的人，有能力的出来带做代志，来替百姓服务，这种诶，就算领导人。就算你今天你的领导能力不真强，但是你有传承的心，你有法度提携后边人，可以起来，可以做领导者，这对社会都有帮忙。但是因为中国人诶思想跟咱无同款，中国人伫职场上点的拢是讲对方诶歹话，希望讲对方。这个科长卖做，伊看会当爬起来无？这种的思想啊，坦白讲啊，和因中国的所谓的儒家思想啊都不一样，拢是口是心非。在台湾人这几年啊，学中国人学甲足焦掉的，很糟糕。所以呢，传承的心要提拔，比你年轻、比你有能力的人。来出来替咱台湾的这个社会，安尼后摆台湾的社会才会进步。最后一点，要有实践的心，做什么代志要坚持到底，做什么代志不要半途而废，做一半感觉困难，甲退掉。那这点呢，我真的是。很愿意跟我们大家说，你们可以以我为例，2004年开始这个论述开始研究出来，到今天10年了，我一天都没有放弃。难道这个10年里面我都没碰到困难吗？我常常碰到困难，我常常不如意。我说起来你也不一定相信，我有当时啊感觉很硬的啊，就这样干呀，简单的物件啊，台湾人也不爱听，不爱相信，晚上也会自己偷偷的流眼泪呢。好几次呢，说十几年里面，但是每一摆，我拢跟我家己讲，目屎流流的擦擦的，隔天讲袂记咧，搁再拍拼。所以，咱一定要实现所有代志，拢是爱坚持，坚持到最后。我们就会赢，坚持到最后，我们台湾就一定能胜利。今嘛，美国已经正式跟咱讲啊，你只要台湾民政府坚持法理的论述，你们就一定会成功。
当然啦，成功不是说很简单，也是讲吼、去中兴新村刚占办公室，安就成功啊，迄种表面的啦。咱真正的成功是伫倒，换你家己本身做啊好，敢若美国讲的，四千名找来是台湾人，有法度来接政权，伊政权自然会交乎你。毋是讲你去甲趁伊人少，来你拢出去，啊因人甲坐落去，安尼讲执政。即种诶理论啊，甲即种诶迄个逻辑啊，我坦白讲啊，我想了三天三夜，我也想不通啊。啊，在台湾人竟然会当安尼做，你不会觉得这很好笑吗？但你毋通讲好笑哦，我甲看迄阵，叫我甲看遐影片甲看起来，迄阵人敢若有的是会很相信哦。啊，甲讲咧都要即种啊。像因咧去讲，我即马甲分析啦，因为今年六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入来啊，入来为花莲、为屏东、高雄来执行军级别去加山啊，这基地。啊，有的人讲哦，啊，我奈拢无看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个所在，我甲你讲，你绝对看有到，因搁伫电视，你拢看会到，就是端午节龙舟竞赛代表 AIT 迄个队伍。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足清楚呀！我唔知你伫看迄个龙舟竞赛无？伫迄一天，恁等于吼足简单嘛，大家拢喺电脑嘛，去甲拍迄个三台还是几台？迄、个人迄、个端午节有迄龙舟竞赛，迄个影片甲看，内底代表 AIT， 因为 AIT 剩四五十个尔，伊哪有可能去龙舟竞赛？遐人就是即马一摆伫台湾的所谓的海军陆战队，因为有人想讲海军陆战队一摆啊，咱来去甲占，啊美国去甲冲的，因为秘书长讲美国国旗无人敢甲你毁掉，迄拢听一半尔啦。但是咱台湾民众的声援，你迄个海军陆战队、美国国旗踩落去，确实无人敢甲你震动，甚至。有真的东西嘛，我甲讲，哎，秘书长，你讲的有理哦。阮甲拆落去啊，阮兜藏两个旗啊，一个是美国的美国国旗，一个是台湾民政府。啊，有迄个有一间有三个警察，啊，都穿着制服的警察。啊，伊甲伊讲，啊，你来不爱入去，啊，就笑笑。啊，伊甲讲，因为顶管有规定，只要是穿着制服的警察人员，不可以进去。悬挂有国旗的民宅，所以你们看那个美国国旗是很有用的，但是对不是台湾民政府的人员是没有用的。今天你们来这参加这个隔远的训练，我们有发一个旗子给你，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旗帜，没拿到请你举手啊，有人没有拿到吗？不可能吧！台湾民政府的旗啊，你唔知对一支吗？台湾民政府的旗子没有拿到，你到我们等一下，你若有时间哦，去啊做中央办公厅去甲讨，一定有。谁啊要给你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咱是真正吼、不惜血本呢、迄旗啊是咱台湾民政府给你的呢，你来挂两支旗啊啦！马上很快的，当正式发表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甚至还没有执政，各位开始来练习啦，爱挂两支旗啊，美国国旗跟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子，安尼好不好？好。啊，哎，稍等，哦，你那怕炮都怕得被病。你要挂台湾民政府的旗子，你有旗杆的，请你举手。你要不然有旗杆啊，刚几个啊，你啊那样啊，无旗杆的，请你举手。哦，亮华，亮华。所以恁头咧拍手，我讲恁拍假，干唔是？我就讲叫恁啊，都挂迄个旗子，哦，拍手好像是真的一样。我老大拢知影，你们在想什么？我跟你讲，赶快，你袂当用德哥，
美国讲袂当用德国，因为你台湾人德国倒菜刀，啊菜刀下骹阁挂美国国旗讲喏。啊，我今日予你台湾民政府旗啊，我咪甲你讲，你袂当用德国倒菜刀下骹挂台湾民政府，安尼好冇？啊，若无旗啊吼，家己想办法。啊，无就吼，家己去买咱个三节迄个旗啊。啊，袂用美国的国旗甲用迄个旗杆，啊，咱会用德国，安尼是袂使哈。我们有同等的地位，安尼对唔对？所以，虽然予你旗啊，赶快，你若挂我们台湾民政的旗子，只有一次的机会予你换，安尼好唔好？我唔敢甲你讲一世人啦，美国人伊讲伊会一世人，台湾民政府袂当予你挂一世人啦，因为一世人咱要做代志，一摆机会，那垃圾袂甲你换予你，啊过来你家己去买，安尼好唔好？好，举手，好。好，你们都自己同意的哈。来，过来呢，要跟咱各位讲的是，啊，前三礼拜哈，美国的众议员叫做山宰博，希罗西米亚克有来，啊，希罗西米亚克又来咱家访问。啊，你知伊来访问哦，第一来时伊穿便服，咱拢穿西装。一看到安尼吼，一惊死！哦，你们是什么团体啊？我们台湾民政府。哇，他真的是非常佩服。咱改参观，为迄个第一教室啊，寝室啊，个家啊，第二教室、第三教室，好一看。伊讲啊，你们就是咱啊吼，咱予伊。对中华民国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印象完全改观，我们是脚踏实地，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本身训练好，因为我们要执政。汪，你不要认为我们要执政是你讲空话，我们一定要执政，而且我们要解救台湾人，为台湾人带来幸福，我们会替台湾的百姓设想，又看到咱迄个图，足大足大个迄个图，为百姓设想。伊吼，直接看真久。其实不止他一个人，你咱即马渐渐有真侪日本人来。8月12号，咱要去日本，上个主要是要予各位去看啥？看因个迄个街道，伊去治理一个街道，你做一个滚秀。这几个阁员，免啊，让你的百姓过得非常好的日子。同时，有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4号，那么去海啸最严重伤害的崎玉县，那么去遐喊民工植树的事情，要种树啊啦！你唔能就是讲。种树啊，当然你也家己负担1000块的树啊，迄日币的树啊栽的钱。你唔通想讲你开1000块足伟大，我也甲你讲，你开1000块哦，伊要开一世人。伊惊迄丛树啊去互打去，伊惊迄丛树啊去互死去。我讲那树啊死去哦，也偷偷甲换一丛，因为你的将来你的小孩子，我们第二年、第三年，我们还会去啊，干唔的？所以遐树啊，伊会比较顾伊家己个性命，搁较顾，安尼有价值无？你开1000块，伊要开一世人去顾你个树啊，这个意义不一样啊。所以日本人听到讲咱要种树啊，敢安怎讲呢？伊讲，哇，以前阮日本是伫台湾统治个时阵哦，伊拢家己感觉讲他们自己高高在上，因为伊文化啦各方面都比台湾人高嘛。基本上点到病，你台湾民政府比我们日本高，我当然嘛，你是小弟啊，我大兄。因为真真正正的大兄已经死去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身去啊，因即马是实行和平宪法出来的日本人，遐日本人当然是伫咱台湾民政府的弟弟嘛，咱即个本来咱是做小弟啊，但是因为大兄过身去啊。小弟，即马才起来，
所以咱大兄爱照顾小弟，吼，讲到遐日本人心服口服，是不是？因讲哦，真的很希望看到你们来，要和咱做朋友。我讲做朋友是好啦，但是会记哩，看到咱爱叫阿尼奇，你好。哎、欸，我是讲实在哦，我无咧跟你开玩笑哦。这是咱这几年来直接伫打拼。咱好不容易建立出我们的信心，啊，建立出我们的一个制度。我希望讲大家啊，要保持落去。所以有当你穿这个西装，你会感觉吼足艰苦的。我嘛真爱西装褪掉，穿迄个短安尼啊，足轻松的嘛，敢毋是？每一摆上课，我拢内底拢爱流汗呢，啊嘛唔敢褪掉啊，是安那？这是一种对大家人的尊重。啊！恁伫遮坐，讲坐到起汗。你问迄第一届、甲第二届，恁是安足寒干吼，哎热干吼，遐嘛中风嘞。但是即卖呢，恁是寒干吼，衫袂堪要讲穿搁较济嘞，待遇差好多。但是我当个各位讲吼，咱即卖暗时开放到十二点。看书看到十二点，你就要去睡。入去寝室的时候，会记得，大家都把嘴巴闭起来。你别去吵到别人，当然你打呼声就没得闭了，但是尽量不能讲话，别去影响别人，这样好吗？因为咱现在开始呢，二楼和三楼都有冷气了，所以呢，我是大家的冷气机，所以现在特别说，在台湾民政府水月园受训啊，是非常轻松的事情。无像拄啊开始的时阵，寒是寒到六度啦，啊热是热到三十八度啊。即摆拢总有冷气啊，还有这种的设备，咱来感谢尤先生，甲鼓掌，甲说一下。来，即摆来看这个绝对机密档案。这绝对机密档案呢，拢有内底有十篇的文章。哇！要甲各位考绝对机密档案，明天上午十一点半要来考绝对机密档案。啊，明天的晚上我们要考一本咖啡色的，啊，一本咖啡色的，就是参众议院组织章程。他们的议事规则，同时也要考很重要的台湾基本法。台湾基本法现在每做的台湾宪法，因为我们有天皇存在，也1945年4月1号已经在台湾实施了明治宪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制造宪法，我们只有能够制定基本法。然后呢，我们在执政的时候，我们不要宣布戒严法 Martial Law， 我们不会宣布，我们会宣布社会秩序保护法来取代戒严法。同时呢，参众议院、参众议会后摆伫开会时阵，咱有一个议院法，就是议院还是议会法，就是讲这个参众议院，因为过去台湾无参众议院这款的制度，我们现在要有制度。所以呢，恁伫遮三工啊，他们讲。进入他读册，啊，一定要多念书啊！在你的位置上面呢，你若无代志，卖离开啊，坐到家来看册，认真看册。晚上到二点以前，我们允许你在这里看。啊，你若看完要去睏，你去睏啊！明天早上有人要较早起来五点，咱就开始开，开了大家人来继续读册。这三天内底，我阁讲一摆。一定是你这一辈子要最认真的三天，很重要的三天。这点呢，我能拜托咱大家人来。绝对机密档案第三批，日本天皇早将台湾纳入其皇土，就是台湾已经变成日本皇家的土地。依照国际法的铁则。这个叫做第十五页啦，这个黄皮十五页，黄皮的十五页，
黄皮的十五页，绝对机密档案三，在国际法的铁则，神圣国土是不可被分割。自从1830年拿破仑时期以后，国际间已经形成共识，这国际法形成共识，就占领不当移转主权，神圣国土也不可以被分割。这是恶主野心国家对其他国家领土有野心，但是以买卖或者条约则不在此限，国际间早行之有年。这是习近平也曾经去日本跟日本天皇说，我来给你买台湾好不好，日本天皇说，我皇族，我的皇族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东西给其他人。1895年，日本依照马关条约取得台湾领土，管辖台湾，整顿台湾，逐渐变成世界第一流的国家，终于挑起了美日太平洋战争。虽然功败垂成，至少已经完成按照国际法规定将台湾正式纳入其神圣不可分割之国土，这是台湾人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我们只好寻求救台湾的方向，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3条的规定去打拼，去寻找台湾未来的生路与活路。因为台湾大家都就是说是去国民党占去，是不是国民党的，所以才会有台独这件事情产生。但实际上我们研究了和美国也说好了，台湾不是，台湾是日本天皇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世间所有人都知道你绝对没法敬老爸，老爸可以敬吗？你认为可以敬的家手啊，不可以敬的家手、你们都有巧，不可以敬，对不对？如果可以敬、世界就大了。有人说我要敬那个王永庆来做老爸、有王永庆他的那个第五个第七个有没有、不然人家有 DNA 在里面、那是比较难说、但是呢可见说、老爸有钱、孩子都要去找你啦、你如果没钱、我相信你说要找他、不可能啦、所以这是社会很不太正常的现象。我要说的就是说，你如果老爸没多敬，你国家什么人的国家，日本天皇有台湾你也没多敬，你无可奈何，没有错，你只好接受、接受里面你也让去找方法，自己创造方法，按照国际法来找出我们台湾人自己的活路。如果这样，我们都会变成台湾英雄，我们都会变成台湾的真正的救星，我们来共同来做台湾的救星，好不好？好。谢谢。195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致美驻日本占领军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顾问的一个电文，内容提及，当然日本方面对于某些条款并不喜欢，主要的问题是领土方面。然而当日接受投降条件时，即已经接受这些领土条款，唯独琉球和小笠原群岛不在实际论 的范围内。而慈武岛如果真的是不属于千岛列岛的一部分，则日本不需要放弃、慈武岛。变过来这老爷，现实的情况是这样，1879年3月11日，琉球经日本政府公布琉球处分，1945年4月1号，台湾经日本政府公布宪法实行，双双先后被日本政府依照国际法编入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事实，也是后来旧金山和平条约无法将台湾处分给任何国家的理由。美国征服者也是只有暂时管理，
暂时占领而已。美军在1945年4月1日发动攻击琉球，当天正是日本宪法实施台湾的日子，距离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半月，但是国际法理上台湾已经是日本神圣的领土，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事实。琉球群岛被编入日本国，当时已经到达了88年，或许66年，对不起，或许是时间长短问题，世人误会台湾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法理层面的观点而言，哪怕是只有一天，台湾领土被日本依法编入日本国土，台湾法理地位就会已经成为日本已合并或者叫做已编入领土。台湾与琉球群岛都是日本内地延长的一部分，内地延长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接受中国封建思想的余毒，中国国民党不愿以正确的历史观点告诉本土台湾人，台湾地位的问题的原点本来就是国际战争法下的问题。不幸的是，国际社会被中国误导，将台湾比喻如同波多黎各、关岛等与美国被视为类似殖民地或属地性质的未合并或未编入的领土，以为台湾是可以被日本放弃的领土，这是决然错误的观点，也非史实。这都不是事实啦。阿玛和各位，你躺进了新台湾医药啊，应该有一些很强烈的观点。1951年8月6日，美国条约负责人杜勒斯答复Wisconsin 威士康森的华盛顿参议员的信中提及，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并非来自于法源或是肯定雅尔达协定，即使雅尔达协议无效，第二条仍然会成立，因为其反映了1945年7月26日美国、中国、英国所据以发布日本所以接受投降条件的波茨坦公告，其为公开已达成的协议。而盟军最高统帅经过基于此而运奏6年，该公告的第8条规定，日本主权当被限定于9州、4国、本州、北海道以及一些同盟国所决定之小岛。条约确认了这一条。然而至于日本所放弃领土的归属，则留待依照国际程序来决定，美国在这方面不会负担条约的承诺。其他将由日本放弃的领土，在战争发生以前并没有提供给日本过剩人口移民之处，当日本在战前有权自由移民至朝鲜、满洲及台湾。日本人曾经移民这些地方人数总计达100多万。台湾是一个资源丰富、气候良好的岛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移民大约才35万人。其实在那个时候统计应该有40万或41万才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资料是那个秘密档案的资料所以这个会有一点点差别。由以上杜勒斯的信可以得到以下的6个结论。第一，旧金山合约第二条的放弃条款是依据排除开罗宣言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也就是无视这个他的无视就是开罗宣言的执行重点是在于要求日本的主权只有能够在9州、4国、本州、北海道以及一些条岛和开罗宣言以及雅尔达协议的效力无关。就是说我已经上课嘛，讲几摆基本上开罗宣言因为中国违约，因为毛泽东派的志愿军进去朝鲜，这就违背了当时签约的是蒋介石答应盟国说他们战后呢不会去侵略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个开罗宣言变成没有效。
过来第二点，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是依照波茨坦公告将日本主权限制在公告范围之内当原则，同时运作对日本其他领土的占领，包括台湾和澎湖群岛，因此在对日的和平条约生效前并无任何日本领土自日本移转出去啊，这很清楚，所以台湾没有从日本移转出去，这是这点呢过不多久啊，我相信再过一两个月美国他会公开讲要将台湾还给日本天皇，该的时阵啊台湾人会慌一下，怎么变哪里，其实呢咱所有台湾民政府的这些人咱都读的你都知道，我估计、哦、这个大概不会超过三个月、哦、美国会这样宣布。来第三点，在和平条约订定之时，美国所在意的重点是日本主权范围应该限制，而对于日本所放弃领土的归属美国不做任何承诺，因此可以推知美国对台湾处分的立场只是要求日本政府放弃管辖啦、啊、然而不可以依照开罗会议的协议将台湾移转给中国，至于台湾归属则应该包括国际法、战争法、代理法、万国公法、联合国宪章等国际程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啊，请大家先看我这哈。其实对台湾最好的一点就是啥？按照七十三条 B 啊，甲日本变作邦联或是联邦，就是说台湾人家己管家己，而且自治。其实这个自治啊，那汉字来讲自治很简单，其实的自治那英语来讲 autonomy 还是 self govern， 这两种的意思都叫自治。但是 autonomy 的自治是讲顶管有人 ，self government 就是顶管无人，家己拢讲家己自己讲的算数。所以呢，自治，咱这阿伯很多这独派就咧讲吼，哇，即马要求要互你台湾自治，要互你独立啊 ？No， 不是这样子。咱已经伫四年前自治台湾，台湾自治，迄含英文咱拢公布伫迄内底。你来去看，你得来了解。我们真的台湾民政府确确实，我们的脚步啊，是比美国更加早几啊年啊。因为我们研究的很透彻，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绝对不会改变。来第四点，针对琉球领土战后的处分，如果依照波茨坦公告，日本主权并不可能给予琉球。然而依照万国公法的规定，琉球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任何的条约或者协议包括公告或宣言都不能抵触万国公法。在这个前提之下，1951年2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分别向访问日本的杜勒斯和驻日的大使提出日本不应该放弃琉球主权的要求，这是完全合乎法理的。本来是琉球要给他拿掉，但是万国公法里面有说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不能够放弃，同理可证台湾也是一样会还给日本天皇，但是要要求日本天皇要让我们台湾主地自己管自己。所以起高的时候这台湾人就又说起了，就是说要独立的不一样。来第五点，杜勒斯不将琉球处分放置在第二条，而另外创造所谓的残留主权，而另辟第三条处分琉球，将日本对琉球主权权利依据托管制度而给予 suspend 就是悬置，也没有命令琉球自日本领土移转出去。换句话来说，波茨坦公告效效力已经从原先限制日本主权的范围，但是受到万国公法的约束而演变成为限制日本主权权利，也就是说只要让日本不能在只要让日本不能在其本土四岛以及附属岛屿的外面、啊、的领土、啊、行使主权权利，
波茨兰公告就算是已经发挥了功效。第六点，朝鲜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原来是日本的占领地，台湾与琉球原来都只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只是悬置其对琉球的主权权利，而将琉球托管给联合国以后的托管再托管给美国。因此日本得以自1972年5月15日经由美日的协商恢复对琉球行使主权权利，而日本政府依照第二条第二项只是放弃了其对台湾的主权权利。因此可以预计的将来，台湾将得以解放，流亡中国政权将会离开，美国也会放手，让台湾成为日本的完全自治区，也就是让本土台湾人先一步达成自治的目标，然而进而完成正常化的使命。第七点，杜勒斯确曾将台湾误认是日本的殖民地，然而依照杜鲁门所说，让国际程序解决台湾问题，法理上为日本国体的台湾，在波茨兰公告与万国公法的双效应加持之下，杜勒斯或许是误打误撞将台湾安排成心中的首选，就是成为日本的完全自治区。咱目睭会当抬起来来看我家哈。咱今日咱的民政府的这个叫做中央的结构啊，我们的总理府办公厅也已经成立了。我们现在总理府的办公厅将会有11位的总理的委员，我们是寻求集体领导，等到我们接掌政权的那一天，我相信自然台湾的总理就会出来。我们是希望美国是要求说两个州里面两位州长能够提升到总理府，我们现在第一个建的这个总理府的成员，第一个就是王志腾台南州的州长啊，因为王州长他能力也是很强啊，但是现在很主席在接任台南州的州长啊，是本来的左营郡的蔡朝鹏郡守啊。我们大家知道后摆要做州长拢爱靠条滚绣，你没有郡守的资格就会很难当州长。所以我在这个所在嘛，鼓励各位，不管你有要做州长还是无要做州长，郡守考试你可以去考。8月2号我们的第10次的郡守考试，欢迎大家人来参加啊。所以咱整个的制度已经逐渐在完善之中，我们的行政、我们的立法、我们的司法，尤其咱很主席，咱这年轻的朋友，你们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司法委员会的，你们可以在利用这3天考虑清楚以后，碰到我向我报名，说你愿意加入司法委员会啊，不管是你的年龄多少啊，司法委员会是不是一定要有法律的常识？未必见得，等到你当了司法委员会以后再去钻研，因为这东西很快啊。所以呢，咱可以去考虑你可以加入司法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是完全独立的一个单位，后面有这法院法庭，所以咱是大家都有那个机会啦，因为你有来受训。现在外面有真的有很多人不断跟你挑战跟你吐槽，我哪有可能这样就执政，你会让他说就是这样来执政。我有经过考试，我有经过上课啊，考试不简单呢，上无你到后日考3次呢，考一遍法律，考一遍议会程序跟组织，考一遍国会预算的审查跟审核。那些人来考，我跟你保证，伊拢考袂过，因为伊无30分好难教。
啊，咱大概有三十分好难干。啊，你三分你不能笑哦，你三十分，你如果不会把握你这个三十分，你就算戆人了。但好在呢，你的头前的飞机机分数拢出来，拢总有过。这个拍手是对的，对心胸啊，心胸要扩大，把人通过甲欢喜。啊，即马就换课恁啊，啊有足清楚无？我希望讲你卖乌白走，除非讲你要洗澡的吼，去头前迄、那个，还有十几个男生的迄个洗澡的浴室，迄真宽，都要洗洗再转去。啊，若无代志，卖乌白走，继续留伫遐看册。你会点要看几点？我无要求你看到几点。啊，看了啦，八道腰还有泡面，爱给你六七十块。今天到上课到这里，谢谢。